还可以想象以后要是不练了，他们还能喜欢我吗？他们应该喜欢的是这个跳水这个运动吧，也是。全红婵最新的采访又来了，他提到东京的时候大概66斤，现在82斤，区别很大。自己想吃零食，但没有以前爱玩了。东京那时候33的体重，到现在的41，其实蛮大的区别的。有时候觉得很轻了，但是你跳动作的时候感觉特别没力，不知道就人就很飘。我觉得之前很爱玩，为什么现在就感觉不是很爱玩了，就觉得没什么乐趣了。